大家好呀，今天是无聊的宅家 vlog， 都怪自己一时脑洞大开，对自己太有自信了，断断续续废寝忘食，花了整整十天才完成的旷世之作，带着腰酸背痛头晕眼花，常邀大家一起围观大型作死现场。接下来请欣赏表演节目，花样坑自己不作死，自己不罢休，掌声鼓励鼓励。あと何度君と同じ花火を見られるかなって笑う顔に何ができるだろうか傷つくこと喜ぶこと繰り返す波と浄土焦燥最終列車の音何度でも言葉にして君を呼ぶよ波間を選びもう一度Love
连续十天的填色地狱终于画上句号了。数字油画的初体验，很累却成就感满满。感谢大家观看到这里，下次再见呀，拜拜。